叫以翔，然后这是我们的鼓手兼鼓匠叫少奇，对。然后为什么会带来这首半岛铁盒呢？其实是延续刚刚那一首偏偏，对，我们偏偏会喜欢上，很容易喜欢上就是自己不合的人。然后第二首是半岛铁盒，就是讲的是有些人就是注定要离开，对，或许是那些不合的人。左右灯关上，书包放，走到房中外望，回想刚买的书，一本叫《半岛铁盒》，放在窗边的好多第一页、第二页、第七页序，我永远都想不到，背后看着书的你不要走，不再是，不再有，现在已经看不到，铁盒又要失控，透了光看见他烧了好久，好久好久，外围都亏成包围了我，好暗好暗，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。放在侧目旁的是我很想唯一的甜言，然而过于冷的我冷无人的准备，存在盒子里的是你给我的快乐，我很想记得可是我记不得，为什么这现在